像才是正英雄。一手人就报得起人啊！宣告自2022婚姻国际五喜节正式开始。即天婚姻馆政府伫虎尾高铁特定区举办开幕音乐晚会，吸引超过3000位的戏迷朋友来欣赏报得起的风采，场面是非常的热闹。那今年已经迈入第20届。也就是走到现在20年了。那我想布袋戏呢的故乡在云林，那这么多年来我们看到布袋戏从传统的野台戏到所有的这个电视电影一路走来，从创新啊，从传统到创新，到现在结合 5G 科技，非常的这个精进。所以今天呢，这个演出啊，看到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所有的乡亲好朋友能够一起来看看布袋戏整个的传承跟延续跟发扬光大，我想今天晚会会非常非常的精彩。音乐会进行当中有很多歌手用着布袋戏的主题曲，带领大家进入轰动武林的世界，而且看到家己心爱布袋戏角色出现在你面头前，台下的戏迷是非常的欢喜。开幕晚会，予全国各地的朋友斗阵透过音乐了解布袋戏演进的历史，予人有穿越时空的感觉。不过，上予人感动的，就是接近尾声的时阵，安排纪念八音财主黄文德大师的节目，将伊为歌曲写词的作品演奏出来，予大家缅怀这位陪伴戏迷无数时光的经典。一样的场景，一样的戏迷，却少了一个人，那就是黄鸿升啊。当然呢，我们所有的这些布袋戏的老师呢，一定会秉持着文者的精神，继续把布袋戏发扬下去。音乐会有笑声，也阁有让人目眶红红的感动环节。相信伫咧参加晚会观众朋友的心内，是有留下上美好的回忆。记者李伯德采访报道。